就系今个月新开嘅酒店，但系今日咧先带大家入去参观咗先，咁行啦。东涌 Sheraton 系今个月一号率先开幕，酒店位于东涌湾嘅海旁，既有东涌市景，又坐拥一望无际嘅海景，仲可以望到昂坪360同埋机场停机坪。酒店大堂用咗 Sheraton Hotel 经典嘅配色，前台设计都贯彻咗同一个主题，时尚得嚟又贵气。218间客房入面，总共有5种房型。部分房间可以望到东涌市景。房间入面当然有热水壶啦，而且仲有胶囊咖啡机。mini bar 除咗茶包、胶囊咖啡之外，其他都需要额外收费。咁既然酒店喺海边，当然要入住一间海景房啦。房间尺寸同 deluxe room 一样，但系咧个景色就唔同啦，仲可以见到飞机起飞添啊！呢间咧就系套房啦，入到嚟门口咧先有个客厕，之后呢边咧就系客厅位置，穿过呢道门咧就系睡房部分啦。套房设有衣帽间，而浴室咧就有浴缸，仲有两个洗手盆。入住套房或者其他行政客房都可以去到 Executive Lounge， 这个无边际泳池的景观非常吸引，可以一次过探齐市景和海景，黄昏的时候还特别漂亮。健身室同样望海，提供免费水和毛巾之外，还好贴心准备了 locker。 酒店入面有多个户外绿化空间，Sky Garden 和 Function Room 出面的 Terrace 还可以预约做证婚的场地。